天天好舒服，告诉你好主意。大家平安吉祥，欢迎来到天天好舒服厨房。今天的好书主意是营养价值十分全面的香菇西兰花。事不宜迟，现在就开始吧。根据研究指出，如果每人每天改吃一餐蔬食，就可减少0.78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。吃15餐素可减少12公斤碳排放量，相当于种一棵树。今天你富了吗？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恩大家停留到最后。喜欢今天的好书主意，记得点赞分享哦。祝福大家速速平安，我们下周再见。